信徒虔诚地向土地公公祈求，希望可以连续拔出五个行杯，争取将这一台机车牵回家的机会。这是大理树王符的词，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时都会出现的场景。庙方希望借此让大家试手气，热闹一下。顺金门堡有真侪人在问讲，顺金门堡由来是哩带来？这个由来呢，是讲咱每年信者所祭拜咱这土地公伊的金牌，咱要去来在初走到，用作顺的一个小小一个金门堡安尼。啊，今日买宝贝呢，我爱机车吼，啊，较侪上辈人啊吼，就当接到机车啦吼。啊，咱这神南信徒哦，最大点，万拢咧参拜烧金吼，爱当比较新的一年吼，大家拢一切顺利啦。除了把杯送机车跟金元宝之外，庙方也特别结合邻近的大理跟永隆国小，颁发绩优奖学金。小朋友一个接着一个上台领奖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庙方也希望借此鼓励他们能够用功读书，当个乖宝宝。大理国小今年度荣获奖助金的一共有18位同学，他们分别来自1到6年级各班前3名，所以一共有18人得到这个奖励，他们因为更加认真来报答福德政审的关心。这一天庙方也准备了热食要让民众吃平安，热闹的庆祝活动不止借此感谢土地公一年的庇佑，也感受地方信仰独特的魅力。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。